祝我国家71岁生日快乐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，因为我记得3年前2017年是我们香港回归20周年，在这里就是举办了一个青年活动的，如果没记错31个省市自治区甚至海外的年轻人汇集在香港。特别之处是什么呢？他们都是1997年7月后出世的，来到这里每人就种了一棵树，我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同心林，真是全国的年轻人同一条心来支持我们香港。明天就是我们国庆节还有这个中秋节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我们中国人更加应该团结，在未来有什么挑战也好，我相信中华民族就是团结的话一定能够克服困难，再创这个辉煌。光明